你那个日本那件呢？不是，那个产品那个。我分了。那有一个那个。那个。你之前从朋友那件弄过来的一件衣服。罗志祥的英文程度混有巨好。非常好。二房看了吧。加拿大，加拿大，加拿大 ，Cool， 好 ，How old are you？ I'm 20 years old。团体 ？Yeah。团体是 ？OK， 团体 ，Good，Good，Good。How old are you？ I'm Cool，Who's biggest order？刚刚算是有再欢呼一下，是不是？对。你们都知道消息了吗？知道。是不是对老大有另外一种感觉了？没有，还不算。不是，我是说重新评估。有。不只是会主持的黑人，是不是？演戏，大家还没看过那一出戏吗？有。看过了举手。哎呦，不多啊。是的。有些同学也会很纳闷，还有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也会很纳闷，为什么这次我会入围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们只要真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感谢他们的肯定。但是如果你会觉得我对我的演技啊，或者是入围名单有疑虑的话，重播的时候麻烦您看一下，您就知道我为什么可以入围了。不过今天我们有新的朋友了，新的朋友请举手，好好介绍一下自己。Hello， 全亚洲都在看你。巫婆，我是巫婆，今年17岁，谢谢。就这样，你不好好发挥一下？好，发挥啊！没机会了哈，来，丫头，你也是新同学对不对？对着镜头。新来的。新来的。糟了，你讲话以后，我就觉得你威胁到我们小公主了。小公主，拿起你的麦克风。你先跟小公主问好一下，丫头。Hello。哎，有被威胁哦，有被威胁到的感觉。小公子，你要欢迎同学来啊。欢迎。丫头，好好介绍一下自己。来，大丫头，今年已经17岁了。嗯。然后呢？你兴趣是什么？我的兴趣是赚钱。赚钱。赚钱。平常都打工了。打工。那平常都在哪里出没呢？当然在打工附近喽。你在哪里打工？大家可以去看你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哇，有很多男生在看我们节目啊，那你要不要给他一点？你在哪里会出没？他们可以去看看你啊。我很不自在耶，不要这样，我会不自在。那你也不要这样子，你讲双口还学陈水扁总统。那很舒服。好了，欢迎他们两位，掌声欢迎。好，今天上课前呢，先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们觉得在圈内啊，哪一位艺人是属于全方位的？来，大雅先来一下。桃子姐。桃子姐。因为她其实刚出道的时候，她是那个卷发，然后长发，然后戴那个笨笨的眼镜，对，然后一直走那种搞笑的主持派的，然后她渐渐的后来让大家听到她的歌声，然后她的主持的功力是真的是很厉害的。不错不错，还有呢，小公主来。
防人府。这个算是马后炮。没有没有，我就要讲，因为啊，就是他上来我们节目啊，就叫他随便叫他跳《闪亮三姐妹》，哇，马上可以跳。然后包伟明也是马上可以跳，而且他也给现在广大的国中生心灵上依靠。就是另外一个偶像啊，对，你讲的是没错，因为很多艺人啊，之前大家对他们先入为主的观念，但是自从上完黑社会之后，真的彻底的改观。我自己也对很多艺人是改观了、啊，因为他们自己的才艺是相当不错的。还有谁？薇薇来。罗志祥。罗志祥。嗯。喜欢他哪一点？他会唱歌，又会跳舞，然后主持、搞笑、模仿，然后又演戏，非常的棒。讲到这个全方位，最近啊喜上加喜，刚好讲到就是刚刚薇薇讲的这一位，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爱秀达人罗志祥。欢迎罗志祥，尖叫！哎，小猪又发片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对。对啊，一直班上同学好像还蛮想要你来这边的。对啊，我也很想来这边啊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我觉得这节目非常好玩，然后很好笑。你每天都有看吗？每天倒没有啦，我就是有时候会看到，就停下来看。哦，这样子吗？对，像很多啊，就比较受瞩目的，你自己内心有一个排行榜的话，他应该今天没有来吧？谁？林芳云用膳那个很好笑。炫吗？炫没来吗？好，是他姐了。你有什么事？你可以。我说炫是你，炫是你姐姐，我觉得蛮好笑的、啊。你喜欢林芳宇？不是啊，就是那一幕啊，我觉得他蛮好、哦、那一幕那个 moment 对不对？对。还有呢？还有很多啊，像那个上次包伟明大哥教跳舞的时候，教、啊、跳老师就跳那个爵士啊，娃娃这个对你是很喜欢。十月十四号发片，我会去买。娃娃，哎，娃娃，你有什么话要对罗志祥先讲？你是麦克风，你是很喜欢罗志祥是不是？很喜欢。为什么？唱歌、跳舞、主持、搞笑、演戏什么都会，超强、哦。来了，这个抱一下了，好不好 ？OK。好的，弟兄弟帮你安排。磨鼻子哦，磨鼻子怎么磨？就是顾名思义啊，就是你男生要先把裤子先脱掉，脱掉脚裤，然后上衣再拉到，然后这样磨鼻子，你这样配合度应该 OK 了。节目尺度这么宽了、哦，对，你就把那个皮再拉开，退一只脚裤。骗你的啦，配这种啊，弄得走了都。然后怎么弄？怎么弄？就这样，抓着头，然后这样。OK 了。看着啊、哦，我要帮你安排一下，老大先帮你。我会跳罗志祥的一小段那个戏。你他妈的，我现在我就帮你安排磨鼻子，你急着想表演？没有啦，我要跟他讲说我有多爱他。好啦，帮你先瞧一下，你在那边这个实在是啊、哦，怎么叫磨？浪漫的音乐 ，first love，first love， 好不好？现在老大就是娃娃的角色。好吧，好啦。娃娃要主动哦，装娃娃有点。那要不要？要不要嘛？要。这奇怪，说要的耶，这很恶心耶，同一组人呐，大变集团。大变集团。好了，谢谢。这样啊。哎，你先等一等，你别着急嘛，客官。我说这位爷啊，你可别急啊，慢慢的爬。闭着眼睛，闭着。恭喜你啊，获得最佳男主角。这没有亲自磨鼻子 OK 啊？有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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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 feel 好久没有这样子有弄了，对不对？来来